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龙天护法，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，给我母亲这个看图腾的机会。我们是来自新西兰首都惠灵顿，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我母亲1938年属虎。是你妈是吧？对，想看什么？主要是身体肾衰竭。眼睛都一塌糊涂，有一个眼睛几乎要看不见。很麻烦。他肾脏不好。而且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对对，他现在已经做透析了。现在几次医生要求做，他还没有最后决定做，想请台长救救他。很麻烦的。你这个妈妈掉过孩子。对对。那个妈妈年轻的时候有杀业，听得懂吗？杀鱼啊，有没有啊？蒸鱼啊，整天蒸鱼。有，颈椎不好。颈椎不好，对，对对。右眼很不好。对，哦哟，耳朵也听不清楚。耳朵特别不好。还有啊，就是记性啊，一塌糊涂。记忆力不好。对。小便也不好。对。关节也不好，对。你这样，你要给他念700张小房子，要许愿，好吗？好。700张啊，叫你妈妈现在要许愿吃全素了。可以，可以。他身上爬的。很多的鱼，非常多。你现在如果叫他不做透析的话，你要叫他许大愿，而且每天要喝温的大杯水。现在就喝呢。现在喝了是吧？还有每天要念礼佛3到5遍。我现在念3遍。你妈妈有一个打胎的孩子特别厉害，是个男孩子，蛮大的才打掉的。这个孩子整天在你妈身上，我讲话听得懂吗？听懂。要把他超度掉，不超度掉的话，他会弄死你的，很恨你，本来就是讨债来的。你又把它弄掉了，所以他会晚年弄你两个地方，一个是两个肾脏全部会衰竭，第二弄得你眼睛瞎掉，你要赶快超度他念经，叫你女儿帮你一起念。通过我母亲的介绍，刚刚开始刚刚开始，刚刚开始，为了妈妈的好，有什么介绍不介绍的？你为了你妈妈好，你就应该付出。好，你妈妈小时候也没白喜欢你啊，对你很好啊，对不对啊？你妈妈唯一的就有一个，就是你过去谈过一个恋爱，她对那个男的很不喜欢，拼命的搅。但是这个男的的确不是太好，有不啦？说啥？我不记得，也不太记得。
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好好念经啊。听得懂。你不念经，你也有劫啊，明白了吗？好的，好的。700张小房子，帮你妈放生1500条鱼。好的。好吧。好的。第一波。放鱼什么时候放？我现在回不了中国。打电话，叫中国的亲戚帮你放。我打过。你如果不找家里人放，你叫我们这个到什么地方来的？奥克兰啊。惠灵顿，我们在惠灵顿。啊？惠灵顿。啊，惠灵顿。对。惠灵顿嘛，你们找观音堂嘛就好了。惠灵顿有共修会不啦？有共修会。他也可能他也不，我以前说过。啊。去找。啊。好吧。有地方放的，老妈妈，你现在几岁啊？我呀。啊。79。看见了吧啦？79个劫呀、啊！哎呦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赶快要多放鱼了。你妈妈的寿已经差不多了，阳寿到了，她要靠放生延续。我今天讲话你都听好了。好的。你要想长命的话，第一吃全素，第二好好念经。明白了吗？放多少鱼啊？1500条，没听到啊？明白了吗？像我昨天讲的故事一样的，守财奴，好好放啦！你妈妈有点钱的，藏着了，像看家本一样的，不肯拿出来了。放生没问题的，没问题，饿不死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命重要还是钱重要啦？什么钱重要啊？命重要。啊，好了，好了，明白了吗？你要我救你的话，可以到84。感恩。好吧。我不救你，最多拖到明年8月份。师傅能救我？知道，知道吗？听我话，要不啦？吃全素，知道不啦？我知道，我就开始吃全素。哎，还要许愿啊，好好的许愿，好好的念经，我这辈子要做好人，明白了吗？我念小房子念多少呀？700张，慢慢念，念到你700张念好了，你的病也好了。你不好好念，你可能当中就走了。我跟你讲话，你要听台长话的。我能救你，靠你帮忙的。我帮不了你忙的，你不念我有什么办法？我一定能听台长的话。嗯。每日功课怎么？心脏也有问题，胸闷呐、啊，而且手臂发麻。我这个最近吧，这有房那个有一块硬结，我还挺担心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嗯，乳房这里没问题，没有什么大问题的，一个小结，像这么小的一个结，摸得出来的，没问题的，这个不会转化的。你主要还是肾脏。肾脏不好吧，这关节这腿走不了路了。你赶快啦，好好念经啦。要晒太阳，缺少维他命 D， 好好的拜佛。好。过去嘛很凶，现在不能再凶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这个人很强势的，命很硬的，你女儿看见你都怕了，明白了吗？对对。看见了不啦？女儿什么都不敢讲，这个敢讲了，对，讲了还不敢很想。每日功课，请问台长怎么做？请问礼佛3到5遍，讲过了，大悲咒17遍，心经21遍，好了，好好念经啦。就你一条命，你要吃素的，不吃素活不了的，明白了吗？我一定听台长的话。我都知道你藏多少钱。
听得懂吗？放点声绝对没问题的。没问题。哎，可会唱了，而且我看得到你过去家里有一套红木家具。过去你们家里很小的时候，你们家里就像红木一样，这种紫檀红的这种木头。我过去小时候家里挺有钱的，我爸爸是做生意的。看见了吗？谢谢太太。他女儿都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我知道。慢慢明白了吗？你放心好了，你妈妈一定会把钱不给你的。还有什么？请台长看看我家里佛台怎么样。我原来最先请佛台。家里还有其他神。对。他供的其他神。对，有最初不太了解，我母亲在中国请了佛台，还有仙啊。仙家。后来从中国又搬到新。都看到好几尊了。没关系啦，好吧。自己再供一尊观世音菩萨，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吧。有观世音菩萨，请已经请观世音菩萨。怎么看不到啊？是好像镜框的是吧？是铜的，我家里不是你家里。不是我们的呀。不是吗？根本不是我们的观世音菩萨。啊，不是，他那是。看见不啦？他是七几年。看见了不啦？我那个腿吧，我这个。脊柱骨摔了以后，我人说让我请佛，我好了，他搞都搞不清楚。那个我们的观世音菩萨，我说叫你再请一尊我们的观世音菩萨。好的。放我自己家，我没在我女儿家，我请了，我供修组请的。嗯，一张照片是吧？啊，对。嗯，看见了。没在我家。好好供啊，好吧。你把它不要供在边上，要供在当中的。是我家还是他家？就他请的他家呀。他家，你家，他家，人一走哪个是你的家？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好念经吧。好了，还有什么问题啊？请问一个亡人，讲吧。田达阳，田野的田，青草的田野的田，达到达的达，海洋的洋，是我父亲。田达阳。田达阳，田达阳，海洋的洋，到达的达，姓田的男的是吧？男的，个子不是太高，对，眉毛蛮浓的，对，是不是你爸爸啦？是我爸爸。啊，看不就看到了，受你妈妈长期欺负的，人很好的，对，田达阳。赶快给他念了，在很自由，在地府很自由，在地府啊，很自由，给他超度，以后给念上去的，明白了吗？57。好的，谢谢。好了。谢谢师傅。